良，你又未做過導演，我又未做過監製，呢部係咪博得滯啊？跟住佢話，我覺得呢部戲就係需要博啦，我覺得呢句反而就係需要一個咁嘅態度。就係呢句佢就俾我昆咗落搭啦，就幫我搞呢個戲啦。現在已經把你綁在後面，跟呢個司機仔。我覺得他的編劇這麼好，導電影應該不是什麼大問題吧？佢自己一邊寫，其實嗰個腦裏邊嗰個畫面性係好強。唔好玩。一定啊！阿梁哥，阿導演，阿導演留個梁，資深年輕嘅電影人啊，完全冇問題，跌落去都仲得。我從前嘅胡思亂想咧，嗰壓力冇咁大嘅。去到自己做導演，見到你隨便講一句嘢出嚟，然之後咁多人做到咁辛苦嘅時候，嗰壓力係好大嘅。討論嘅嘢好有益嘅，幫呢部戲。就差佬三個人，當佢哋差佬流㗎。咁啊，咁啊，佢唔問翻佢咁多問題，佢誒唔知點樣問。個情緒唔知係失調咗喎，因為以為俾你玩緊，即係就咁樣。揸住佢對白，佢哋幾個自己拼埋一齊，咁就自然有另一樣嘢出嚟嘅。咁華哥，尤其是對鏡頭真係好敏感。振宇哥另一邊嗰個又係一個導演級嘅人馬嚟㗎，將自己嘅經驗去令到呢部戲會更加好。即係我哋靠呢啲。幫助幾次，好嘛，導演，好。作為一個資深嘅演員，亦都要幫一啲新嘅導演，咁將呢個本土嘅一種電影咧，更加做得更加扎實。鄭寶瑞喺我唔知點選擇嘅時候，話俾你聽，你可以咁諗。其實呢個係更緊要，我覺得精神上面嘅更緊要。佢係要揾人傾，我知道佢一定唔會用我呢個版本嘅，佢會想出一個佢自己嘅版本。誒，係差人定點啊？我仲要俾把枪你噶！咁阿亮就以前写有好多好出色嘅剧本，所以今次呢个剧本咧就几有创意。都你咁啊？你唔系咁都抽两嘢系嘛？好鬼阴功啊！香港电影新导演带出嚟嘅一啲冲击啊，或者系一啲元素啊。我哋唔系为钱，我哋系替天行道。我呢个监制嘅工作里边，我俾自己嘅一个责任。我话我好想大家睇到嘅。除了呢班咁出色的演員，你又咁賣啲嘢，我好想你係睇到劉浩良。哇喂！得啦！食屎食夠最臭嘅，打劫做單最大嘅，都浸啊！咁靚，你咪食屎。